好的，哎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帮这个小谭抽这个元赖光。然后他说他只要抽到宝物，那我们夸下海口，宝物，我们1000颗内解决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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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！哎，这简单，这真的是简单，你懂吗？这真的简单，1000内颗解决。哎，那肯定，陈梦龙子最近改了嘛 ，buff 了嘛，没有抽到就打到看内科，冷静点好不好？聊天室，大家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猖狂？现在台湾没有枪的只剩下我了吗？好，继续喽，来，哎，来了，跟你讲，1000颗，这就是1000颗，不开玩笑，1000颗就是1000颗，一只，剩4只，我是跟鬼一样，1000颗内解决。30抽宝衣，我今天就是来展示武力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就是来武力展示的。我们家100颗就宝衣，1000颗宝物，没问题吧？小谭说1000颗宝物，他就送100个订阅。小谭没有这样说过，小谭表示问号。哎，小谭你不用担心哦，以我的实力，1000颗宝物这件事情，这个打赌你稳赚不赔。宝物谁？宝物当然是赖光啊！我们家宝衣了。领域展开了，是不是？无量空冲，什么？这个领域展开肯定没有问题的。赖光，这词也是王八蛋词。突然想到，这词又是那个妈的两个狂词在同一词的。哎，那肯定。小谭，你准备好了？320颗石头，宝二。这时候小谭还在问说：“哎，我不是10秒钟前还是宝零吗？”我目前采光没歪过，这不是你认识的蓝猫。哎，我领域开启都开眼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把我第六眼都拿出来了。我与非洲的距离就是那中间那个无限，你知道？哎，尾数这种东西你们记这么熟干嘛？数学这种东西那个大概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去面包店买面包的时候，一个15块的面包，你给他20块，他会跟你计较吗？那是肯定不会。就跟你讲，数学这种东西一个大概就好。你给他20块都不用找，他会跟你计较吗？不会啊。所以1.99每个都2分钟的歌吗？你们不要再乱改命题哦。跟你讲，真的是很鲁哦，真的很鲁。小明今天就是给了20块啊，面包就只要15块，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线的小明给了10块，然后面包15块，然后被计较的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改命题了 ，You get me？ 4星跟5颗星差一颗，别太计较。不是，4星跟5星差很多吧？SR 跟 SSR， 英文就不能这样子不计较，你知道吗？英文要学好，学以致用，差一个 S 差很多，好不好？自从你们开始唧唧歪歪计较一大堆有的没的的时候，我们赖光再也抽不到。你们发现，做人心胸宽广，不要计较东，计较西，哦，太阳有时候从西边长出来，那个就不要再去计较了，长出来会有两个太阳。不要这样，我也想要两个采光。哎，我好久没有抽到双蛋黄，然后都是 PU 的角色了。我觉得是时候了。双蛋黄，实木就蛋白，不是蛋黄。你也是头壳撞到，不是？聊天怎么弄得好惨啊？天哪，真的是！哎，要医耶，去医一下好不好？很夸张哎！原赖光，再来一只。哎，这双蛋黄那怎么少了一个呢？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报道啊？他说玩 R6 的人平均智商差不多是110几，118是不是？然后玩尔邦二嫂那也是118，而玩手游的平均智商只有94。我怀疑抽卡的时候聊天室的平均智商他妈只有20，很浮夸哎，真的。那没抽卡的时候聊天室看起来正正常常的，一抽卡的时候就说你别，真的是妈低能儿干，真的很夸张。没有玩游戏的也出现了。玩游戏的也出现了，共同点都是什么？突然就变云玩家了，很夸张，很奇怪耶，真的很奇怪耶！突然被降智打击，真的很奇怪耶！一到抽卡时间，聊天那蓝猫要抽那个岩窟王了吗？卡池就还没开，那蓝猫你要40单了吗？卡池就还没开，讲了第3次还是不懂，又不是哆啦 A 梦，今天有没有一个什么好的道具？有。我有一个好法器，什么法器？什么器？见笑转身器！哇靠，他妈的！好啦，别开玩笑了，500颗内再抽到2只没问题吧？
贴心提醒一下，时间要注意，时间什么时间啊？11点之前是不是？啊，我怎么可能会抽11点？别嘻嘻哈哈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抽11点吗？你们冷静一点，好不好？11点要做啥？11点没有要做啥、啊？他们在说11点会不会抽到11点？哎，这个问题，一个问题要回答28个人，28个人都在跟我鬼打墙哦，你们是鬼是不是啊？一个问说小心不要抽到11点哦，11点要换池。另外一个说哈，能抽到11点吗？另外一个说哦，你要抽到11点哦。然后再下一个是哈，你11点要干嘛？干，有病是不是你们？哎，你看这个过程就真的很浮夸哎。第一个人就是只是问了一下说，哎，不要小心不要抽到11点，他是善心的提醒。下一个就说，哎，抽到11点吗？下一个就说啊，抽不到11点啦。再下一个就说，哎，抽到早上11点。再下一个就说哈，你11点要干嘛？我操，闪电5连问呢、欸？年轻人现在都不讲口德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富二奶光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个什么？超绝顶升天双蛋黄。谢希尔的100币次，店员少加一颗蛋，客诉了吧？来，我陪你一起告厂商。接下来呢，店员。只能一个蛋黄，绝对不能多，知道吗？小谭，你冷静点。你看我这个，哎，你看我这个，哎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小谭，你看这个，来，哎，哎，干，过分了吧？最后一里路，我希望各位我们齐心协力一起走，好不好？就离赖光宝五最后一里路了，来吧，咱们一起迈向那个宝五赖光的美好世界。小谭，这是我给你的魔术，变个妈妈出来，嗨！小谭，这个魔术你喜欢吗？我再变个魔术，再变个魔术。小谭，我没有变哦，我没有变哦，我真的没有变啊，小谭，真的啦，我没有哦，我没有，这不关我的事，真的啦，下去领500。小谭，怎么办啦？这个魔术再变下去。消耗有点大哎，这个宝四拼宝五怎么那么困难？抱蓝猫子过来好了，蓝猫子，请祝我好运。蓝猫子，祝我好运，太凉了吧？哎，怎么爱都有我的爱哟，哎呦，中邪啦，连个四星都出不了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干，四星来了，哦，哎，过分了吧？我变，来干你妈！我变，原来光谢瑞啊！这个魔术成功率真的妈有够低耶，0.8%不到，我气炸！我天哪！抽完以后，如果有剩石头，抽一下指示布。小谭，我不知道哎，这个算剩石头吗？166颗。17单宝5，哎，小谭，你听我说，小谭，你真的，你听我说，你17单宝5一支原赖光，比我15单没抽到一支泥墨，或是我有一个认识的衰囝，他30单没抽到一支他想要的角色，都还要来的运气好很多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是衰囝啊，你不用太担心，你不用太难过。保一只，抽到老婆你会快乐。抽一只，保一只，抽一只，保一只，抽一只，保一只。他出的快还是我钱赚的快？抽一只，保一只，抽一只，保一只。